现在开始开会，因程序委员会未审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依例由议事处编制草案提报院会处理。现有民进党党团及国民党党团，依本院议事成立，分别对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提出异议，现在进行处理。截止收件，我们先进行报告事项部分，请议事人员宣读民进党党团跟国民党党团之提案内容。首先宣读民进党党团提案，本院民进党党团针对第九届第二会期第九次会议议事日程报告事项拟请增列，行政院函送提名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名单，黄美英为委员并为主任委员，彭少景为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郭淑珍及洪才龙均为委员，请同意案并列为报告事项第二案，其余依原列议程草案是否有当请公决案。接着宣读国民党党团提案，本院国民党党团建请针对本第九次会议议事日程报告事项均照原议事处编列草案通过，是否有当进行公决。宣读完毕。我们现在开始表决，按铃七分钟，并请议事同仁发放表决卡。按铃。
现场有没有委员没有拿到表决卡的？有没有？都有哈，大家看一下哈，有没有那个没有拿到表决卡的？好，我们先处理国民党党团提议报告事项部分。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18人，反对36人，赞成者少数。国民党党团的提议不通过。继续处理民进党党团提议增列报告事项部分。现有民进党党团要求记名表决，记名表决时间一分钟，现在开始。宣告表决结果：出席54人，赞成36人，反对18人，弃权0人，赞成者多数。本次会议议事日程报告事项照民进党党团提议通过。继续处理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部分，请问院会照议事处编拟议程草案讨论事项通过，有异议？没有异议，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讨论事项照议事处编拟议程草案通过。报告院会，本次会议议事日程草案均已处理通过，本次会议议事日程确定。报告院会，我们现在进行报告事项，请副秘书长宣读上次会议议事录。立法院第九届第二会期第8次会议议事录，时间中华民国105年10月28日上午9:01至9:44，
11月1日上午9:08至9:38，下午3:13至4:43、50至5:11。地点本院议场，出席委员曾委员明忠等112人，请假委员陈伟仪杰，主席院长苏家全，副院长蔡其昌。报告事项：第一案宣读本院第九届第二会及第七次会议议事录，决定确定。第二案、第六案、第七案、第九案、第十案、第十三案至第十五案、第十七案、第十八案、第21案至第25案、第32案至第35案、第37案至第43案、第94案均决定另定期处理。第三案至第五案、第八案、第12案均决定交付相关委员会审查。第11案、第16案、第19案、第20案、第26案至第31案、第44案至第93案、第95案至第107案均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36案决定同意撤回。第108案至第115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委员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32件；乙、本院委员质询部分19件。讨论事项：第一案至第13案均决议修正通过。第14案至第16案、第19案、第21案、第23案、第24案均暂不予处理。第17案、第18案、第20案、第22案、第25案至第27案均决议函请行政院延处。宣读完毕。报告院会针对上次会议议事录，并无委员或党团提出错误或遗漏之处，我们做以下之宣告。第二会期第八次会议议事录确定。报告院会，现在请议事人员宣读刚才通过的报告事项增列部分，请宣读。报告事项增列部分，行政院函送提名公平交易委员会委员名单，黄美英为委员，并为主任委员；彭孝景为委员，并为副主任委员；郭淑珍及洪才龙均为委员，请同意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经济、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早安通过。现在继续处理议事日程原列报告事项第二案以下议案，记载于议事录，顺序授权议事处。依序排列，现在请宣读第二案。第二案，本院委员李鸿钧等17人拟具《道路交通管理处罚条例》第35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交通委员会审查。好，早安通过。第三案，本院委员许益仁等24人拟具《货物税条例》第12条之3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三条，早安通过。第四案，本院委员许益仁等18人拟具《运动产业发展条例》第25条及第26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四条，照案通过。第五案，本院委员许益仁等17人拟具《民法》第1138条及第122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五案，照案通过。第六案，本院委员许益仁等17人拟具《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六案，照案通过。第七案，本院委员许益仁等19人拟具《所得税法》第1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七案，照案通过。第八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23人拟具《中央政府总预算案审查程序》第3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八案，照案通过。第九案，本院委员何新纯等29人拟具《警察教育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内政、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第九案，照案通过。第十案，本院委员许淑华等18人拟具《国际机场园区发展条例》第13条、第14条及第47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交通内政两委员会审查。第十案，照案通过。第11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24人拟具《特种勤务条例》第14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第11案，照案通过。第12案，本院委员王定宇等18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13案，本院委员黄伟哲等16人拟具《中华民国刑法》第339条之4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议会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
第十三案早安通过。第十四案，本院委员蔡培慧等二十五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十四案早安通过。第十五案，本院委员尤美女等四十八人拟具《民法亲属编》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十五案早安通过。第十六案，本院委员尤美女等三十四人拟具《性别工作平等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十六案通过。第十七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体育团体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十七案早安通过。第十八案，本院时代力量党团拟具《国定假日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十八案早安通过。第十九案，本院委员郭振亮等十七人拟具《警察职权刑事法》第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十九案早安通过。第二十案，本院委员郭振亮等十八人拟具《毒品危害防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二十案早安通过。第二十一案，本院委员郭振亮等十九人拟具《高级中等教育法》第二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二十一案早安通过。第二十二案，本院委员郭振亮等十九人拟具《学生辅导法》第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二十二案早安通过。第二十三案，本院委员郭振亮等十八人拟具《贪污治罪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二十三案早安通过。第二十四案，本院委员郭振亮等十七人拟具《所得税法》删除第十七条之三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二十四案早安通过。第二十五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十九人拟具《文化部组织法》第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二十五案早安通过。第二十六案，本院委员黄国书等十九人拟具《劳工保险条例》第五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十六案早安通过。第二十七案，本院委员林俊宪等十九人拟具《台湾地区与大陆地区人民关系条例》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二十七案早安通过。第二十八案，本院委员林俊宪等十六人拟具《医疗法》第一百零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二十八案早安通过。第二十九案，本院委员吕顺林等十六人拟具《核子反应器设施管制法》第六条及第二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二十九案早安通过。第三十案，本院委员吕顺林等十六人拟具《放射性物料管理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三十案早安通过。第三十一案，本院委员蔡宜宇等十八人拟具《养殖渔业动力用电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三十一案早安通过。第三十二案，本院委员张廖万建等二十三人拟具《公路法》第六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三十二案早安通过。第三十三案，本院委员罗志胜等二十四人拟具《学校教职员退休条例》增订第十二条之一及第十二条之二条文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三十三案早安通过。第三十四案，本院委员罗志胜等二十三人拟具《常务委员会组织法》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教外交及国防两委员会审查。第三十四案，国民党党团有异议，决定退回程序委员会，重新提出。第三十五案，本院委员罗志胜的二十四人拟具《国军退出官兵辅导条例》第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三十五案早安通过。第三十六案，本院委员罗志胜的二十六人拟具《地方制度法》第六十一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三十六案早安通过。第三十七案，本院委员徐正伟等二十一人拟具《村里爽因公伤亡抚恤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司法及法制两委员会审查。
三十七案照案通过。第三十八案，本院委员徐正伟等二十三人拟具《苏花公路瓶颈路段改善建设特别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三十八案照案通过。第三十九案，本院委员郑明宗等十八人拟具《金融消费者保护法》第四条及第三十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审查。三十九案照案通过。第四十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电业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四十案照案通过。第四十一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离岛建设条例》第十二条之一及第十五条之二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审查。四十一案照案通过。第四十二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全民健康保险法》第九条、第十条及第二十七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四十二案照案通过。第四十三案，本院亲民党党团拟具《第一放射性废弃物储存地回馈暂行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经济蓝委员会审查。四十三案照案通过。第四十四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二十人拟具《师资培育法》第六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四十四案照案通过。第四十五案，本院委员柯志恩等二十一人拟具《刑事诉讼法》第一百八十二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十五案照案通过。第四十六案，本院委员于阮如等十六人拟具《行政院组织法》第六条及第十五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十六案照案通过。第四十七案，本院委员于阮如等十六人拟具《中央行政机关组织基准法》第二十三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四十七案照案通过。第四十八案，本院委员于阮如等十六人拟具《行政院资讯总处组织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四十八案照案通过。第四十九案，本院委员于阮如等十六人拟具《政府资讯单位人员设施管理条例》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教育及文化两委员会审查。四十九案照案通过。第五十案，本院委员陈英等十八人拟具《劳动基准法》第三十八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五十案照案通过。第五十一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十七人拟具《奶粉管理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财政、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三委员会审查。五十一案照案通过。第五十二案，本院委员卢秀燕等十七人拟具《祭祀工业条例》第四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五十二案照案通过。第五十三案，本院委员王玉明等十八人拟具《职业安全卫生法》第三条及第二十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五十三案照案通过。第五十四案，本院委员赵胜宇等十六人拟具《电信法》第五十五条及第六十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审查。五十四案照案通过。第五十五案，本院委员王惠美等二十五人拟具《农业基本法》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五十五案照案通过。第五十六案，本院委员黄秀芳等十七人拟具《补习及进修教育法》第九条条文修正草案，请审议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五十六案照案通过。第五十七案，行政院函请审议《野生动物保育法》第五十一条之一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审查。五十七案有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审查，请问院会有异议？没有异议，我们报告事项第五十七案改交经济、内政两委员会审查。第五十八案，行政院函请审议《工业团体法》部分条文修正草案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审查。五十八案通过。第五十九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金融监督管理接近一百零五年度截至九月止对国内团体捐助含公益支出情形季报表》，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五十九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
第六十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该会主管105年度第三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表，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六十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六十一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为修正电子票证应用安全强度准则，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委员会审查。第六十案，金融监督管理委员会函送金融机构办理受灾居民债务整延利息补贴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委员会。六十二案通过。第六十三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劳动基准法施行细则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六十三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六十四案，劳动部函为修正职业训练师甄审遴聘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六十四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六十五案，劳动部函为修正劳动力发展业务公益信托许可及监督办法第五条及第七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六十五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六十六案，行政院公共工程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第三季对国内团体捐助情形表，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第六十六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六十七案，行政院工程委员会函送工程技术顾问业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计划及处理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交通委员会。六十七条通过。第六十八案，考试院函为该院及所属105年第三季无办理媒体政策宣导广告相关业务，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六十八案通过。第六十九案，国立故宫博物院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遣送员工消费合作社应缴回之代办营运处理情形第三季书面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六十九案通过。第七十案，台湾省政府函送105年度第三季对民间团体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明细表，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七十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七十一案，司法院函送司法院三中省法院、台湾高等法院院本部及刑事庭迁建华山司法园区成本效益分析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七十一案通过。第七十二案，司法院函送该院及财团法人法律扶助基金会105年第三季政策宣导广告一览表，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七十二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司法及法制委员会审查。第七十三案，经济部函送该部及所属截至105年第三季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之相关广告会诊表，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七十三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七十四案，经济部函送智慧财产局105年度第三季奖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案件汇总表，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七十四案通过。第七十五案，经济部函送105年度第三季补助社会人民团体财团法人县市政府及个人补捐助经费汇总表，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七十五案通过。第七十六案，经济部函送台湾中兴纸业高雄刘善雅及台湾省农工企业股份有限公司105年第三季清理工作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七十六案通过。第七十七案，经济部函送重要公共工程建设及重大施政计划永续工业区洁净水环境计划，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七十七案通过。第七十八案，经济部函为修正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种类特定战略性高科技货品种类及输出管制地区之输往北韩及伊朗敏感货品清单，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七十八案通过。第七十九案，经济部函为修正商品检验过费收费办法第七条、第十九条之二、第十九条之四条文及第二十一条附表三，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七十九案通过。第八十案，经济部函为修正零售业等网络交易定型化契约应记载及不得记载事项应记载事项第五点规定，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八十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
第八询案，侨务委员会函送105年度第三季办理各类媒体政策宣导广告一览表，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81案通过。第八询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104年通讯传播绩效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82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83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申请经营有线广播电视服务履行保证金缴交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83案通过。第84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废止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及境外卫星广播电视事业宣设换照审查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84案通过。第89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有线广播电视系统经营者公用频道之规划及使用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85案通过。第86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有线广播电视法施行细则，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86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87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送通讯传播监督管理基金及有线广播电视事业发展执行105年第三季公款补捐助情形及报表，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87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交通委员会审查。第88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建筑物屋内外电信设备工程技术规范名称修正为建筑物屋内外电信设备设置技术规范品修正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88案通过。第89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行动通信业务管理规则第73条、第三代行动通信业务管理规则第77条及行动快频业务管理规则第77条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89案通过。第90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电台免设置许可制项目，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90案通过。第91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传播无线电台管理办法第12条、计程车专用无线电台设置使用管理办法第6条附件二、第13条附件四、工业科学医疗用电波辐射性电机管理办法第4条、第11条、第12条条文及低功率射频电机规费收费标准第3条附表，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91案通过。第92案，国家通讯传播委员会函为修正电信管制射频器材管理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交通委员会。92案通过。第93案，福建省政府函送105年度第三季补捐奖助其他政府机关团体或个人经费报告表，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93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94案，内政部函送新北市政府办理《新北市青年住宅新建营运移转案营运执行计划书》、《青年住宅工程品质执行措施及具体住宅管理规范》，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94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95案，内政部函送《保全业个人资料档案安全维护管理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95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96案，内政部函送中央都市更新基金办理都市更新案105年第三季推动情形及进度表，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国民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97案，中央选举委员会函为该会籍所属105年度第三季无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内政委员会。97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98案，行政院主计总处函为105年度第三季无预算法第62条之一规定办理政策宣导之执行事项，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财政委员会。98案通过。第99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该署及所属与捐助成立之财团法人105年第三季广告执行情形表，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99案通过。第100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该署主管105年度截至第三季补捐奖助情形表，议事处意见，拟请外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00案，国民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
第101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毒性化学物质专业技术管理人员设置及管理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101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委员会审查。第102案，行政院环境保护署函送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暂行组织规程及编制表与行政院环境保护署毒物及化学物质局办事细则，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司法及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102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司法法制社会福利及卫生环境两委员会审查。第103案，国军退出官兵辅导委员会函送该会主管105年度第三季补助团体及个人经费执行情形表与相关附件，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03案通过。第104案，文化部函送该部及所属105年度第三季补助县市政府及国内团体情形季报表，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04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105案，外交部函送105年第三季办理各类媒体政策宣导广告情形表，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105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外交及国防委员会审查。第106案，行政院海岸巡防署函送该署及所属105年第三季办理政策宣导相关广告执行情形，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内政委员会。106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委员会审查。第107案，国家发展委员会函送105年度7至9月与各媒体办理政策宣导之相关广告会诊表，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107案通过。第108案，行政院函为海岸巡防署海洋巡防总局舰艇油料及养护经费不敷，动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第二预备金1亿4273万元之应，减送第二预备金动支数额机关别表，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财政内政两委员会。108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财政内政两委员会审查。第109案，行政院函送政党及其附随组织不当取得财产处理条例施行细则，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109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内政、财政、司法及法制三委员会审查。第110案，教育部函为105年度中央政府总预算决议，减送我国职业棒球运动整体产业发展规划方案，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110案，时代力量党团提议改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审查。第111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送农田水利会会员资格认定及资料使用管理办法，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111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112案，行政院农业委员会函为修正渔会总干事遴选办法部分条文，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经济委员会。112案，国民党党团提议改交经济委员会审查。第113案，教育部函为该部105年度有关奖励科技校院教学卓越计划预算准予冻结5000万元，继续冻结5000万元一案，解送解冻专案报告及安排报告，议事处意见，拟请移交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处理。113案通过。报告院会第114案以下，请一并宣读。宣读后，除第114案至第117案同意展延审查期限外，其余各案均准予备查。第114案至117案为本院经济教育及文化委员会函为院会交付审查相关行政命令，均也于立法院职权行使法第61条锁定审查期限，请提报院会存查。第118案至121案为行政院函送本院蒋委员乃馨、李委员昆泽、林委员俊宪、张委员启程等所提临时提案之延处情形，质询事项甲行政院答复部分，行政院函送本院林委员俊宪等所提质询之书面答复共24件，以本院委员质询部分、本院需委员证位等向行政院提出质询共17件，宣读完毕。报告院会，施委员易方、陈委员曼丽、吴委员昆玉、姚委员文志声明，对报告事项之表决与民进党党团意见一致，列入公报记录。报告院会，报告事项均已处理完毕，
下午5:00处理临时提案，现在休息。